哎呀，这开心果让大伙儿这、怎么的？你干嘛？不是你们还能往下玩不？咋的了？啊，咱们几个搁这等这么半天，我大老远搁海南飞过来的，耽误18个小时我才到这儿，你一句话都不听我们，奖品就给他了，你不是你啥意思？还能不然有？别冲动，不玩了啊！急眼了呢？不是怎么的？我整人整不过他呗？不，有奖有奖，我整不过他呗，奖品就给他了。有奖，这样啊。咱们这个小虎呢，在我们新校里这个栏目里也是非常优秀的，非常不错的整蛊大师。那可不，咱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小虎是怎么整蛊的。来看看他，好不好？来。小宝也挺厉害啊，小虎，大哥是小宝。不是我生气，你这忙半天，你说我这不是挺厉害的？他让你个蛤蟆吓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太吓人了。今天没带了啊，今天没带啊，没带。